嗨，大家好！元旦连假四天，大家过得好吗？我们选了一个超级五星级的住宿的地方。他说：“他要去当院了。”一星期。在这里面。那你要穿那个？要穿。那你讲话。生病。你生病了、哪里生病？肚子吗？现在肚子痛不痛？痛。那你有没有很勇敢？有。嗯，然后爸爸妈妈陪你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赶快 ，fighting！ 你说 go！ 现在在长庚林口院区，然后我们昨晚上进来，我儿子也有些小朋友呢。肠道蝶，肠道蝶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就是大肠包小肠，好吗？然后他出生的四个月就发生第一次，当时我们在巴厘岛，哦，那就是另外一段故事。然后我们昨天晚上进来之后呢 ，X 光科的医师呢用那个打气的方式呢把他的肠子拉了出来，哦，那留院观察，可是现在他又说不舒服，疑似又套住了，所以我们又要做一次检查看看。什么面？举手。病人向啊、哎、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哎呦！你怎么这么棒啊？没有。Happy New Year！ Yeah! 布布，新年快乐！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扎肚子。你说扎肚子？扎肚子吗？扎完如果 OK， 是不是就要出院了？你说加油！加油！五九四号，请到二号柜台。好，找安全，准备要放人了。刚刚去做超音波，确认他已经没有在肠道底的情况发生了，观察了48小时，就是从上一次做灌气手术到现在。什么名字啊 ？OK， 好。那昨天他从晚上6点睡到今天早上9点，也都睡得非常安稳，没有像前一天晚上非常激烈的哭闹，所以现在看起来是 OK 的，希望不要再复发了。